这是一个次元结界被打破的世界，我们灵气师的任务就是将他们送回原本的世界。这是我和朵一的故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，很爱捣乱，他很特别，也很温暖。多希望时光就停留在这一刻。朵一，朵一，你在哪儿？打破次元壁，只为遇见你。赶快搜索诛仙下载游戏吧，我在诛仙等你哦。